你坐，你快啲俾佢，唔好阻住我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十二怪盗入边嘅其中一个怪盗，我系借嚟催眠。你想催眠边个？喜欢的女生。我 ready 啦，我幻想咗好耐。好脆喎！已经俾我催眠咗啦。 我分三拍嘅，同埋今晚多咗一个少少自信嘅笑容，系十二怪盗必须嘅。做得好，我系其中一个十二怪盗，我嘅技能系我系 hacker 嚟嘅。估唔到我毕咗业之后，都仲系要接触呢啲嘢。即系你好似核武咁样，系揿个掣嘅。哇！我真系 hacker。你唔好话佢哋，我都觉得佢哋好好。 今日系十二怪盗嘅动作训练。我哋系第一个，我觉得非常之好嘅。你一见见呢啲出嚟啊，呢条好似打机入咗个剧情模式咁样，即系喺度放大嗰啲招数，危险嘅都要小心啲。呢个真系大力。我系其中一个十二怪盗，我嘅技能系啊。 好啦，我嚟啦！最佳新演员提名名单包括夜打记录。哎呀，你都系咁嚟。反正我架飞机啊，点解会俾佢炸飞机？定啲唔系你讲，压晒手嘅，食屎车牌身份证。 呢度中间系有个好嘅block咗你嘅位置。千祈不辞，千祈。你呢个最前面。系啊系啊，我哋由头飞到呢度，做到不停。咁啊，教大家如何晨运。第一步就系，睇下先，搵一个有支撑点嘅地方。 跟住，我系其中一个十二怪盗，我嘅技能系超级记忆。OK， 我 OK，OK， 导演 OK 噶。嗱，我哋开始啦，讲背呢一段啫。唔练气啊，呢度。真系唔练气。